可以退的，嗯，对，可以退的，隔间吗？米呀，一直在围着我们转啊，从谷仓搬脱壳，都是经过我们的手啊，层层眼睛也不离开呀，手也不离开呀，哥姐们啊，放心去拍，放心去买呀，领了一张优惠券了，哥姐们啊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抢啊！哦，那我们声音要卡话筒的，那就声音大一点的呀，那就拿一种。试吃好不好吃？可以呀，哥姐们可以试吃一下的。我去那个店去。干嘛？这桌上要大一点吗？在那里。想拍大米的话，赶紧去掰，赶紧去买，家人们放心去掰，放心去买啊！我们大米的话，就是在2024年种出来的大米啊，在高坡梯田种出来的大米，不放外围，只放那个农家围啊。对的。包邮的。错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我也写错。可以。包邮到安徽行不行？包邮的哥姐们，我们家的快递全部包邮啊，家人们啊，顺丰。对，能拍就能发，能包邮啊，哥姐们。今天我感觉会有点浓啊，啊，一人发一单就可以了。对的，多少斤呐？我们这个是，我们直播间有5斤装、10斤装啊。然后呢，5斤装就是我们今天有优惠啊，哥姐们，优惠就是大放福利啊，5块钱就是22.8块，哥姐们带回家啊。然后呢？大放福利就是45。节目啊，可以点开右下角的1号链接啊，去了解一下，去下单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咱们了解一下，买不买没关系啊。对的，买不买没关系啊。丹丹这手上这个呢，姐姐装的这个呢，就是5斤装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手上。屁股粘了一点那个米，欢迎哥哥姐们走进，想拍五斤尝试一下味道如何？可以呀、啊，哥哥姐姐们可以拍的啊，在这个右下角的1号链接啊，1号链接去拍一单了、啊，5斤装啊，尝试一下对不对？哥姐们，5斤装就是这样子的，哥姐们，5斤装就这样子给你们装箱子打包啊，然后你们可以拍一单去回去尝一下啊，哥姐们，好吃再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哥姐们？然后你们煮的时候，姐姐说你们米不要那个水不要放太多，少放一点水啊。然后呢？因为它是新米，吃不了多。说太快了是不是？哦，那我就说慢一点啊。哥姐们，你们想那个买5斤装的，就在这个右下角的小黄车里面了。5斤装今天有那个优惠呀、啊，有那个优惠大幅加。如果家人们想买10斤的也可以，10斤的是原价45块包，包邮顺丰到家啊、哦。你们要想要5斤的，丹丹这手上就是这个5斤装的，哥哥姐姐们啊、哦，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啊、哦，口感是可以的，香香的，口感不错，软软糯糯，香香的那种啊。对的，买回家尝一下，然后呢？嗯，好吃再来是不是？放心，你们吃了还想来第二次，为什么呢？咱们是贵州高坡梯田种出来的啊，农家肥种出来的，哥姐们啊，5斤装啊，包邮到家哟。喂喂，
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。还有一点点热啊，热乎乎的。那要得这，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姐妹俩啊？哥姐们支持一下姐妹俩啊，看看能不能，相信。说假话，对的，也不会吹牛，也没有必要去吹牛啊。是的，欢迎哥哥。多少米呀、啊？下单了十斤，就是领了一个优惠券，就是40.8。对呀、啊，40.8啊。40.8包邮顺丰到家。45.8，然后领了一张优惠券。领了一张优惠券，就是。40.8啊，40.8到家，足斤足两，给你们包邮到家啊。对的，对的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包装十斤装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哥姐们，这就是十斤装啊，一袋。啊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，在右下角链接啊，赶紧去拍啊，赶紧去抢啊，是不是？好好丹丹好吃，我就到你家吃饭，可以呀、啊，哥哥姐姐们放心放心啊，也到我们家来吃饭呢、啊，对的，都可以，对的，随时欢迎家人们来我们家吃饭哦，朋友不怕多啊，对的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、啊，对的，点开右下角链接啊，去拍一单了、啊，带回家尝一下啊，哥姐们啊。欢迎欢迎啊，热烈欢迎哥哥姐姐们走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你们啊，咱们一号链接啊，就是咱们家这个手上这个米啊，哥姐们啊，手上这个五斤装啊，哥姐们。加油，丹丹我们安。那当我安徽人能知道你家的米饭可不可以？可以呀，肯定是可以的，哥哥姐姐们可以的啊，必须可以的啊。然后我们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网洞镇的信地村宰城寨生态农家，我们自己家的米啊是生态米啊，弄的都是用的都是农家肥啊，用的都是农家肥啊，猪粪牛粪啊种出来的，哥姐们啊，非常好，非常香。到你们家吃就吃那个面条吃的吧，带几斤回来可以呀，哥哥，只要你们来我们家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也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这边了，哥姐们啊，非常欢迎你们啊。欢迎哥哥姐姐们到你们贵州吃那个大米好不好吃？好吃，我也带来呀，肯定是好吃。欢迎你们来我们这边，天哪！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，点点赞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家这个米肯定是好吃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才给分享给家人们啊，是不是？干了一天的活呀！欢迎罗一二三呢，渴了吗？是不是渴了，家人们？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没得了，欢迎欢迎大家啊！点点赞了，哥姐们。还是你这么刚好就成了，要不然这些人家不为么家，我还没点击，然后不多还没多些地块。那个没有卡呀，哦，没有卡就好，要不我们重新开一下，开我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，关注丹丹主播，点点赞可以哦，可以是吧？没有卡，我以为卡了呢，我也以为卡了。我以为卡了，动不动。哎，对对对。欢迎哥哥姐姐们了，没有这个命了，没有这个命了。点点赞了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了啊！要多你一些快乐，叫你一些快乐，叫你一些快乐呢，拜拜拜拜到。